雞姐，我哋呢個流行經典由五十強唱咗五十年，差唔多唱過成一百首歌噶咯噃。但有一種歌咧，我哋好似未唱過。唉，我知道啦，系咪儿歌呢？我准备咗一首儿歌，就系《美少女战士》，大家好唔好啊？想唔想听我同嘉燕姐一齐唱啊？美字美字，我今日未冇带呢个水手服喎，我唱唔到噶。如果要听儿歌呢，不如请呢位儿歌皇后咧。